16岁我退堂，没有工作，到处流浪。警车停在路旁，手里拿着枪。回头看看我爹娘，娘已是白发苍苍。娘啊，回去吧，娘，就当没儿一样。我们这个意思来讲，你坏事干了多少，好事干了多少，死了以后，安拉会来，也会来惩罚你的。好事做做了，就会进天堂；坏事做做了，下地狱。请求安拉宽恕我吧，我干了这么多坏事。记得我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吧，我14岁，偷了人家一个手机。叫我偷东西的人吧，也站在我后面，也就1-2米远吧。我手特别抖，浑身在抖，就是这样发现。当时就脑子就什么就没想，就想怎么跑出去。回家，我从14岁从家里面跑出来，我认识了一些人，其中的一个要不然去饭店去打工，就把我带在厂子了。有一个新疆人，也是我们老板吧的，你就说去偷也去偷，不偷偷也去偷。新疆是个很美的地方。小的时候嘛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个梦想，长大一定去上海、广州去看看。自从家里面跑出来以后，什么都变。过来，喂，过来，干啥？你这走哪？那干什么呢？都说培养，有证据就对了。在哪上班？你有证据。你看上去像工人，哪上班的呢？虽然在汉人社会，但是我打的交道都是回民啊、维吾尔族，也没跟汉民打交道。我对象怎么？哪个你对象？认识的不认识的对象？真的？我问一下。别问。你说我会问。真的。哎，俺都不敢看，俺还有对象呢。哎，你也差一点结婚了。哎，时代可没了。有的时候嘛，就跟他们一起出来去偷东西。没有什么言语，你就背下了今天。
哎呀，人嘛不错，就是，不管干什么事情嘛，反正不用脑子想，就是嘛，脾气有点暴。你输了，不希望的，我现在感觉不好。有什么事你就给我帮帮我吧。他看湖边的烟瘾正常。每天给他们200多块钱，他自己掏，他不太会。我9岁的时候离开家，我的亲哥一起，我的爷爷的有一个牛，把那个牛拉出来卖了别人，我哥哥，然后卖了1700块钱，那个时候我见过。6个月以后，把我的哥哥给别人买了，给别人买3万块钱，就是我自己的亲哥。我给他们说了，我不会干盗窃，我不干，我不想干。那个老板把我挨打了，拿过来一袋烟，然后那个烟啊，放我的那个流血地方，知道吗？输不了，知道吗？我的哥哥现在我没有见面了15年了。如果他出来的话，我弄死他。为什么现在我这里待了10几年了，我的性命都完了。性命，我不希望新疆人。我这么想了，知道吗？我不希望新疆人，新疆人不是人。在罗教授那边，罗教授那边学了这个，听过了。挣钱，不想别的事儿，我想挣钱，每天想挣钱。
娶家的时候也挣钱，做梦的时候也挣钱，想挣钱，不想害人，也不杀人，也不抢人，就我逃。这电视看过没有？上海，还有他那个气球，气球，上海，好上海，好上海。小的时候总在电视上看有上海滩，觉得挺好的。后面老老板被抓以后就跑出来了。当时想着上海去看看，就后面就也没回家，就去上海。上海不适合我，这地方消费也特别高。找工作也特别难，新疆人都是那边车都是开拖的、抢的，有的贩毒，接触多了就自己也会被感染进去了。他们说西藏特别舒服，能飘起来，想什么就来什么。刚开始的就是逼得没办法再去偷的，现在自己嘛也吸上毒品了，没办法。你俩女人还吹牛头，跟你们俩说，那我刚牛头儿不是后边就给我掏出来，那俩女的是咋办？赶紧往这边拐，我就看见那俩了。他们要跟你说到新疆说话。啊，就是新疆比整个差不多。我就跟。哎，那都是一块人，你知道吧？不是我们一块。刚才手机。你家好。你赶紧给我问。刚才两个，刚才三个人都。是呀，他刚才在我屁股后头走了，从这走，我的手机我的本拿在手里了，马上给我调查。不是你们那的啊。我说的要卡，我叫你，要不背老暗不然，恁谁都跑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手机不值钱，我那边给恁100块二嘞，给你说，我主要是我号不能丢，我丢了死都要号。对了，他运费不来，在你们那去派不来，咱们下不来，他等你，我去那边给他运费过去是吗？去吧去吧，他在那边了，100块钱给我叫他过来。啊，走，去吧去吧。是对，不知道，又是这个，我丢了5部了呀，还不给我，我都来拿的。我给道歉不行，不是道歉了吗？他给你100块，我上一天三次发誓不啦，我丢了4部手机，木头来拿的，都2000多的手机，我带着一个人全部赔偿我，知道吗？都是新疆小孩，还是小孩给我拿走的。给他们100块钱，这个、他们不被。我丢手机，摩托罗拉的，你知道丢了几部了？都2000多、1800的手机，丢了15部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是他们都叫我给吗？嗯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是咋解决的吧？哎，如果你要是给我找着以上的那个。别跟人家提这要求啊！你上回丢完脚，人家给你找。我摩托罗拉的，我丢2000多，1800的手机。我去年前年，我啥东西丢过啥东西？你给说一件，我就是来给你100块，你找出来给你100块，给你100块，是给你要啥子？你光使点那废话有啥用？别人家看见你们，我的手机如果丢了，我要带着下一次吧，全部丢了。你要小心一点，车偷的话嘛，你查什么车偷的话抓车啊？我这3个月了。不要这样说话，我告诉你。3个月了，没事。你要是需要100块，给你100块，知道的拿手机，不知道的就消了。主要是什么的，打死他！啊，对，有病死的话吗？对，有胆子的话吗？杀了他！赶快滚蛋！没事了，谢谢了啊，谢谢了，不是你们偷的。我说了，你新疆人就不要说新疆人，不要提字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新疆人太多了，是不是？青山不从，怎么叫他不动？
新娘人都有刀啊，十八岁子都给他刀。他刀也不赖，他刚刚开始，我的脾气也不好，他才没事，我去问问。那你新娘嘛，都本身他都一头到尾的，到哪大城市都是新娘来出嫁，你都知道这个事儿。也不是为了生活啊，也不会生活的干啥了。人家新娘小偷漂亮，去年我是哥说的话，俺还不愿意呢。你们呢也想想的棒棒的，要新疆正经羊肉吗呢？以前我媳妇出来的时候就不知道有什么新疆小偷，我离开家乡以后才知道有新疆小偷在这里偷东西。又出来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我是嘉全，是安阳反扒志愿者联盟的发起人。他们到大人街了，还跟着艾丽呢。行，那我们这会儿往那边走。我看见在街上有很多来自西部地区的新疆的一些孩子，九几年就有这样的情况了，就是不去上学，在街上偷东西。就是我在2005年的时候，就在网上安阳论坛，就是发起成立安阳反扒志愿者联盟。这是我们以前抓获的一些现场照片。刚才把他赶跑了，他又出来了。小心民族嘛，小心民族，让我们一死，知道吗？让我们一死。也行嘛，把我们抓进来派出所、公安局。你们中国人都学出来，都学了。新疆也是好地方，他们学了，可是人不好。他们学的，可是人不好，都人不好吗？现在经常参加活动的有20来个队员。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，就是拳击训练。我在这儿，他没干了。他们两组是教练。在我们反扒的过程中，就是经常，可以说经常是和他们发生冲突。新疆都是就是风景很美。但是我在安阳见到的这些新疆人，就是90%的都是小偷。和马木沙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木萨的一个，看着他从小孩子长到现在的小青年的，以前个子特别矮。幕后的老大为了控制他，给他注射毒品。我现在偷到东西了就高兴，真的。觉得种地累，所以到我们到这边才来偷东西过来。你看烤羊肉串也一个月才700-800块，700-800。那一个月里面我不花钱，我不抽烟。我对生活也对我不好，我自己现在都怎么算是坏人。现在年纪小，偷到了，以后年纪大了以后该干什么？这个09年
自己怀疑就是自己有艾滋病，一直没去检查。二月份进看守所的时候，验血才验出来自己得了艾滋病。注射毒品吗？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想到自己可能还能活多久。中国这么多人也不救了。艾丽要你去拿东西知道吧？要跟我要这个号码。我问你这是出有瘾，他啥都没有，好好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女生。你干什么不好？吃喝花那个钱不好吗？怎么说？跟他说好话嘛，他也听不进去，跟我才能吵起来。艾丽在下面。1503725399。叫他妈，他偏要往下地跑。吸毒了以后，什么都不怕，怕死也没有，一点没有疼的感觉，不吸毒干不了到期。我挣一点钱回去，回新疆，我挣了2-3万块钱可以，没有那么吸坚强干到期。出去干活，干活，我就是运气不好，被公安机关被抓住，害怕把我送到看守所，我就拉了一头，他们看我小，可怜我，有头上那么大的伤，把我给放了。我出来我就自己觉得我后悔为什么要拉，现在觉得痛，正好好痛。我上次拉到快差不多快1个月20天了吧，一个月了，差不多一个月了。这样时候我真的过累了，过够了。让我重新来一次的话，绝对不会出来，在家好好待着。自己觉得对不起自己。但是自得这个病，我觉得我走得越远，我心里越觉得。万一哪一天就算自己死了，也没人知道。生命中最爱的人，我心里梦中还是你的样子。可不可以再爱我一次？
只要今天晚上熬过去就好，只要今天晚上熬过去就可以了。跟那个你知道那个没事，跟那个蚂蚁咬的一样，你知道吧？蚂蚁这样子一放，放一个茶几、餐厅桌，放一个沙发。给我说嘛，妈妈，我长大以后嘛，就是开拖拉机。他就那个小四轮没开的。他说嘛，妈妈，他挣上大钱以后嘛，他买个小车，给你前头拉上他，到处浪去了。我说你给我拉的嘛，你还以后长大给你媳妇拉的，给我拉的嘛。哎，我媳妇我后面坐的，我妈妈嘛前面坐的。哎，妈妈是永远找不到，妈妈是世上的一个妈妈。媳妇嘛，有钱的话嘛，他说嘛，十个八个能行。你说他说话对了没有？我咋十几年没有见钱？我也不知道他的事情。这样子我还没免除，还写好的嘛，写坏的，自己娃娃也自己娃娃，人也不，个人也不知道。我这样子干活干活，给谁干？还是给儿子干？老刘有三余年，四六也拿不着钱。四六也见不了他，他只面前我见到他的嘛，见不下他，不行吗我？心理上不要害怕，定期来我们那儿做免疫细胞的测试，需要发药的人。免疫细胞下降到一定程度了，我建议你发药。我在哪儿？我是你吗？新疆，到新疆去，到户部所在地。你是哪里人？我都随便了，有多片儿。那天那个公安局他们抓我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点打我了，然后我受不了啊，吃了多片儿啊。在那儿交钱了，现他们说交钱，交他在前面交吧。他们说在我们抓小偷的过程中，经常遇到他们拿那个小刀片自己头上拿一个口子。把那刀片吞下去，刀刃都磨掉，透明胶布把它缠两圈，警察就不会对他们处理，都怕承担责任。哎，我哄说妈妈，气死我了！我自己不可怜吗？我不可怜吗自己？这是我自己的命。
像是这个刀片拿出来我然后回新疆了。明天新疆了，说土带的说了，爹妈啊，是和咱们了，和孙们了，啊，为了你和我生。走了干嘛？拍片子干嘛？我现在我没有钱，没钱让他给你看看，还有问题没有？还能在里边弄几天？一会儿先去看看。开始的时候，交钱的时候再说。我们也是比较对立。后来抓的次数多了以后，对他们有些了解，然后有一些同情他们。医生给你看看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就是想帮他，然后让他们回新疆。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是为那些期待的眼神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前提之间还有真爱。看成败，人生好慢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又走进风雨。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为了那些期待眼神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前提之间还有真爱。看成败，人生好慢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前提之间还有真爱。看成败，人生好慢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在很久之前他就告诉我说，我们不过只是那提线的木偶，被命运之手抓起到处乱斗啊，你还有什么是自由之身。晴天啊，我们哑口无言，但是心有不甘。因为关于自由，我们做梦都在祈求啊。